这个工资能接受是吧？啊，没问题。那你等我一下。 服务员，试用期一周，你什么时候能上岗？啊，马上就行。我不会让儿子跟你的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也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。哎，这婚离了可以再结，这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呀。再说了，你说咱俩这都多少年了，我对你多好，谁还能像我那么对你这么好，对吧？你再看哪个孩子没有爸爸，那没有爸爸，他过得好吗？ 哎，你干嘛？你开色。我警告你，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，麻烦你不要再来骚扰我。啊，男朋友？你这随便弄一个就说是你男朋友，你这骗谁呢？因为我把我们的事情跟他说了，他不放心，所以就跟过来了。啊，啊啊啊！ 武艺，我们俩都还没分手呢，你就着急找下家了？什么？我饿了，我想吃披萨，你走吧。你真行。 哎，好，你小子，等我回来再办你。你这什么情况啊？谢谢你刚才没有拆穿我。啊，别客气。这给你的小费，我先走了。这么多钱？哎，上班时间啊，能给你处理私人事务吗？成功了。哎，这是客人给我的。谁能证明？我警告你啊，多给我把精力用在工作上。 见没有？那你等着。钱，那是我给他的。王经理。哦，来了。这钱对你很重要啊。啊，让你见笑了。 要不干脆你好人做到底，做戏做全套，帮我再骗下钱货呗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，我会给你一定的经济补偿。你要干嘛？我可卖艺不卖身啊。你想哪儿去了？就是像刚才那样假扮一下我的男友，按劳取酬，你也可以理解为小时工。哦。如果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可以给对方签份合约，约束对方的行为。 我在里面提了一些要求，可以牵手，但不能搂腰，不能占用上班时间啊，可以有亲戚的称呼，但不能太肉麻，单次时长呢不能太久，超时要额外加钱的呀。看我眼色行事，不能自己做主。挨骂也要加钱，挨打要加很多钱啊。成交。哎，经理。 我已经实习一周了，哦，这不是我不给你转正啊，这公司有规定，背着客人投诉我的不予转正。谁投诉我啊？自己做的事儿自己不知道吗？不会吧？肯定就是我那前夫搞的鬼，我带你去找他。看来我今天不给他的颜色看看是不行了，欺人太甚了，是这屋吧。 大哥，江宝没事吧？什么都别说，道歉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给您的用餐带来困扰，麻烦您能帮忙撤销一下投诉吗？我让他给你道歉，你在道什么歉啊？哎哎。
这没想男朋友吗？就这点本事？我男朋友不像你，他比较有涵养。有涵养？我看这就是怂包吧。叶小晴，咱俩这刚离婚几天啊，你就找别的男的，最少还找个这样。你要是真的是个男的就行，你还不如回来跟我。哎哎，把你手拿开啊！哎呦，想男朋友还挺向着你的。哎，你这样，你呀，上去给我打一场，我就把那个投诉啊给你撤销了。疯了吧你！ 顾夜，你没必要跟他打。给我一副手套，今天我们两个人必须有个人坦着出去。不行，我看不了他欺负你，把手套给我。 顾夜，你没事了吧？嗨，你醒了？你怎么那么傻呀？跟他动手，你还想占着他便宜？我就看不得他欺负你。顾夜，谢谢你。等你出院了，我请你吃个饭吧，好好感谢你。 终于出院了，你回来了，啊，快点夸我，我不是去聚会去，还有楼上卫生间，我给你放了点柚子叶，你好好从头到脚洗一遍。我是出院，又不是出狱。那我不是想你图个吉利吗？我就是希望你可以一扫之前的阴霾，早日找到你向往的生活。那你快点洗澡去吧。 那好吧，我去收拾一下。嗯。
你小都没有写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 ，我去林月清家吃个饭。嗯。嗨，进来吧。打扰了。浩浩，小叔叔好。浩浩。 <笑>没水了，还挺有弹性啊，这，怪不得身材这么好。 这小胖墩，高级财务管理，这应该是用来教浩浩的吧？ 都是浩浩的照片啊！看什么呢？上桌吧，尝尝我的拿手菜——可乐鸡翅。怎么样？好。好什么？好看。 笑起来更好看，以后你都笑笑。<笑>妈妈，我们玩个游戏吧，捉迷藏，我捉，你们藏。没问题。当然没问题啊。你去数100个数。好啊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 要不我藏阳台吧？不行，那些地方他都找得到。藏这儿！你快来啊！你们藏好了吗？我要去找了。还没有，你多数一会儿啊。 你刚才说让我多笑笑，是不是因为平时我总臭着脸？嗯。我这又当爹又当妈的，有时候也不得不对他严厉一点。黑脸白脸都是我一个人唱。别说。如果浩浩一直找不到我们，那我们就一直不出去嘛。可是你说要陪他玩的，现在又反悔了？啊，没有。
我就是站着有点不太舒服，咱们俩能不能坐错位置？怎么错啊？我喜欢在下面。你喜欢？那不动了啊，那我还是在上面吧。谁呀？我去开门。呀，浩，今天老师来家里家访，我也忘了。姑爷，你在里面先躲一会儿啊。来了。老师好。浩浩。老师你好。你好。屋里坐吧。好。最近浩浩怎么样啊？浩浩呀，那我长话短说了，你们家孩子呢跟同学打闹，给班里纪律扣了分，这个您知道吗？浩浩这样也不是一两次了，你们家又是单亲，你这个当妈的要多上点心才是啊。这老师怎么说话的？老师是吧？你好，我是孩子的父亲。我想问一下，浩浩为什么打闹？这个，浩浩，你为什么要跟同学打闹啊？他说我没有爸爸。老师，你也听见了，这件事不能怪浩浩啊。你作为老师，是不是应该把事情的原委先弄清楚啊？而不是一味的责怪孩子。是是是，抱歉，这件事情确实我没有了解清楚。行。打闹的事儿我会跟孩子说的，没别的事儿我就不耽误您去下一家家访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好，老师，那我送您吧。好。浩浩，不要怕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呢要坚强，有不明白的呢就问你妈妈或者问我，知道了吗？谢谢你，给了浩浩一个男子汉的榜样。你要是能早点出现就好了。以后有事儿你就叫我。你刚才说是孩子父亲，你这让我怎么跟他解释啊？我不是随口说的，我是真的愿意多陪陪他。你不会嫌小孩麻烦吗？不会啊，浩浩这孩子多可爱啊。谢谢你。你让我觉得自己不会因为带着孩子而有什么不同。哎呀，这么会儿你都说了多少个谢谢了，你跟我不用谢。哎呦，我身上的伤又疼了。哎呦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涂点跌打酒吧。哎呦，疼啊。打架都不怕，还怕疼啊？这是我们员工办公区。啊，肖路，林玉清。你去哪儿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去那边坐一会儿就行。哎，没想到我也有穿正装的时候啊。谁啊？是我。哎，快进来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那天你跟老板回来，我就开始盯着你了。听说你入职，想给你送个礼物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。啊，这。你可要替我保密啊，别人知道我住这儿就完了。你见到我除了这个就没别的想说的吗？其实我还想问。想问什么？这条领带是不是你前夫的？这是我特意为你挑的。你要是不想要就还给我。哎，我要我要。我要我要，只要是你送的我都要。你要干嘛？
这还在公司呢，有什么下班再说。你也知道这是公司啊，还敲门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这里面有人啊。领带都被你拽皱，我给你戴上看看好不好看。这衣服跟鞋哪来的？啊，别人送的。哦，别人送的是吧？哼。你不是去市场部了吗？怎么回来当司机了？哎，业绩没达标啊。我住储藏间啦。啊，老板给我租了个房子。老板还给你找房子住？啊，这不是接他上下班方便吗？那你这待遇也太好了。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？啊，这，刚才王姐找你来着。是吗？嘿，怎么还组队儿来的？组队？什么组队？啊，没事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爸现在也不要请我去参观一下。说不是组队。你在嘀咕什么呢？等我收拾好了，肯定要请啊。我先借水擦车了。哎，怎么还不来？大哥啥？就是。哎呦我去！顾一。啊哈。好巧啊，我们就是过来参观一下你的新家。嗯，你们两个一起来的？哦，我们路上遇到的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放心，我不会跟他打起来的。啊哈哈啊。这不是真楼家吗？啊，他住楼上，我住楼下。那你看看你脏衣服到处扔，我给你弄一下。哦，我也帮你整理一下。那我去做饭吧。我帮你。顾一，你在家吗？我回来了。哎，别生气，等等我去开门啊。忠贞。顾一。啊？我想清楚了。你想清楚什么了？出差的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我终于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顾一，是你，是你带给我了新生活，真正的生活，而不是被工作填满的所谓的生活。你回来怎么不通知我去接你啊？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快乐。相比之下，公司钱都不重要了。顾一，我喜欢你。詹总。怎么回事？反正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，你们应该都认识，我也就不需要再介绍了，爱咋咋地吧。时间不早了，你送送他们吧。是不早了，你也不用操心我们会赖在这儿。顾一，反正你到哪儿都是借住，要么去我那儿住吧。顾一，你要是不愿意去月清姐那儿，去我那儿也是可以的。我这。顾一，我刚才想了一会儿，还是给你换一个物业管理更好的小区吧，这样闲杂人等就不会来打扰咱俩了。我现在就找人办这个事儿。顾一，你要不去我那儿住吧，跟我一起住我肯定不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，我也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，做任何决定都会尊重你。林月清，你是不想在公司干了吗？真的，你要是想辞退我随时。顾毅，你想好了吗？现在就做决定，你选择谁？顾毅，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说一下，如果你跟我一起生活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会被强迫做任何事情的。
顾夜，一直不说话可不行啊，你得做出决定了。别再逼我了好吗？顾夜，能不能不走？顾夜，你别冲动啊。顾一哥，能不能不走啊？我一摇铃铛，你必须马上出现。我们比赛攒钱吧，看谁攒多。我想清楚了。顾夜，你没必要跟他打。走，我送你回家。我不想离开你。顾夜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坐吧。我知道你心里有疑惑，把你约在这儿见面呢，其实是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你说。我一会儿有一个家庭聚会。什么？你放心，我跟他们都已经介绍过你了，他们都很喜欢你，都想见你。这个聚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哦哦。那么言归正传，那我对你进行一个小特训吧，关于家族之间礼仪的。如果你在接下来的问答中表现出色，我将给你一个超级大的惊喜。那我们开始吧。见到人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打招呼。那么我来考考你。妈妈的姐姐叫大姨，妈妈的妹妹叫小姨，妈妈的各种姐妹都可以叫做各种姨。那么妈妈的表姐的堂姐该叫什么？应该叫大姨母。天哪，你居然知道。那看你这么自信，我可要放大招了。见到亲戚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打招呼。你一定要仔细的记清楚他们都长什么样子。这个是大姑，这个是二姑，这个是三姑。这个哪个是大姑？左边这个。你怎么猜出来的？我有时候都分不太清。这样也好，赶快答对所有的题，就可以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了。最后一题喽。接下来呢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糟粕的问题，来的都是老人家，回去就会比较繁琐。那个是主位，等一下来的长辈有舅公、祖姑母、姑姥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谁坐在主位呢？顾老爷，你干嘛？其实我也不太知道，我查一下。让我看一下你说的对不对。太厉害了，顾毅，你竟然说对了，我都有一点崇拜你了。其实这些陈旧的规矩我并不在意，反倒是你刚刚回答我问题的时候也没嫌我幼稚，而是一直努力的配合我，就挺感动的。爱情的尽头是被人惯着，你惯着我，我就把惊喜给你。是什么呀？吃完饭你就知道了。在惊喜之前呢，我需要再确认一件事情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因为我有孩子而有所顾忌。毕竟我们在一起，有孩子在，肯定不会那么潇洒的。那么假如你跟甄总在一起的话，别的不说，肯定要比跟我在一起洒脱一些。我想知道在你内心里
是更想要跟忠贞，还是跟我？是你，一直都是你。这位男士，准备好来看你的惊喜了吗？我一直都不是一个主动的人，可能碍于面子，也有可能是因为受过伤害。但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的时候，我全然不顾别人的看法，也对爱情燃起了新的希望。我知道，我现在毫无矜持可言，但我想要你明白，明白我的内心有多么渴望我们的爱情。此时此刻，顾夜，我毫无顾忌。顾夜，你愿意娶我吗？你给孩子老师发个信息，介绍一下自己，方便以后你去接孩子。嗯。顾夜，我现在有点忙，你把超市买回来的东西放在冰箱里好不好？嗯。明天去接孩子，去爸妈家，你帮着妈妈盯着师傅把空调修完。盯着孩子多吃点蔬菜，别老顺着爸妈给他吃一堆垃圾食品。行，知道了。怎么啦？不高兴啊？不要生气嘛，我刚刚又不是故意使唤你的。我去给你做好吃的。老公，屋子好乱，怎么办？是的呢，怎么办啊？我在问你呢，怎么办？我知道你在问我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。再说了，这大部分东西都是你的，你也不收拾一下。嗯，那这样吧，我做一个瑜伽动作，你要是能完全模仿，这些我全包了。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。不行，太难了。好吧，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换一个吧，这有点难啊。你是不是故意耍我呢？没有，你再换一个。这个是简单了点，还有更简单的吗？开始耍赖了是不是？你身材这么好，就多展示几个嘛。
心。我倒要看看你脸皮有多厚。再换一个吧。老公，我最近学习了些巴西柔术，你知道吧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我展示给你看啊。错了错了，你最后再来一个。好的呢，我最近不光学习了一些巴西柔术，还学习了一下泰拳，展示给你看啊。行，那我来也不行吗？哎呦哎呦呦呦，哎呦，胳膊抽筋了。哎呦哎呦，我这腿也抽筋了。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再试一下。行啊，我打扫还不行吗？我可不想当个寡妇。见到人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打招呼。那么我来考考你，妈妈的姐姐叫大姨，妈妈的妹妹叫小姨，妈妈的各种姐妹都可以叫做各种姨。那么妈妈的表姐的堂姐该叫什么？应该叫大舅妈。不对啊，但是你已经离七夕很近了，加油。见到亲戚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打招呼。你一定要仔细的记清楚他们都长什么样子。这个是大姑，这个是二姑，这个是三姑。这个哪个是大姑？上面这个。其实也算是我为难你了，有时候我也不太分得起他们三个。最后一题了，我问你一点简单的。接下来呢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糟粕的问题，来的都是老人家，回去就会比较繁琐。那个是主位，等下来的长辈有舅公、祖姑母、姑姥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谁坐在主位呢？祖姑母。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弄不明白，依我看啊，你也不要见我家人了，请回吧。哎呀，别啊，再给一次机会嘛。不给。我努力学好不好？我现在就下楼去玩。爸爸的爸爸叫爷爷。你逗我呢。其实这些陈旧的规矩我也并不在意，但刚刚问你这件问题的时候，你一直也没说我幼稚，而是努力配合我，就挺感动的。爱情的尽头是被人惯着，你惯着我，我就把惊喜给你。是什么呀？一会儿吃完饭就知道了。我们开始学习喽。爷爷，爷爷，奶奶，奶奶，妈妈，
妈妈。爸爸。什么？爸爸。什么？爸爸。哎。呵呵，亲戚都走了，我们也走吧。清洗呢？清洗还没给我呢。哦，对，我都给忘了。刚才非常感谢你给我面子陪我吃饭，但爱情是爱情，婚姻是两个家族的联合。我知道我们家有一些规矩是很陈旧很繁琐，但是是我的家庭，我希望你能适应一下。啊？还是等你弄清楚亲戚怎么叫之后，我们再聊我们的事儿吧。没想到我也有穿正装的时候啊。谁啊？是我。哎，快进来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那天你跟老板回来，我就开始盯着你了。听说你入职，想给你送个礼物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。啊，这。你可要替我保密啊，别人知道我住这儿就完了。你见到我除了这个就没别的想说的吗？其实我还想问。想问什么？这条领带是不是你前夫的？这是我特意为你挑的，你要是不想要就还给我。哎啊，我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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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要是你送的我都要。你要干嘛？这还在公司呢，有什么下班再说。你也知道这是公司啊，还敲门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这里面有人啊。领带都被你拽皱，我给你戴上看看好不好看。这衣服跟鞋哪来的？啊，别人送的。别人送的是吧？哼。一块，两块，三块。哎，哎哎，钱，你们可以拿走啊，有事好商量啊。这不是钱的事儿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和我表外甥倪月清的事儿，我都知道。你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不识抬举啊。今天我们来就是教训你的。他叫你来的？要是让他知道，我们就来不了了。给我动手！不要！哎呦！不是叫你好自为之吗？也行吧，早死早安生。没想到我也有穿正装的时候啊。谁啊？是我。哎，快进来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那天你跟老板回来，我就开始盯着你了。听说你入职，想给你送个礼物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。啊，这。你可要替我保密啊，别人知道我住这儿就完了。你见到我除了这个就没别的想说的吗？其实我还想问。想问什么？
这条领带是不是你前夫的？这是我特意为你挑的，你要是不想要就还给我。哎啊，我要我要。送出去的礼物怎么能我回要呢？怎么了？啊，我衣服好几天没洗了，怕有味道熏着你。你就庆幸遇见我了吧？衣服在哪儿？给我，我帮你洗了。这多不好意思呀、啊！谢谢了啊。这衣服和鞋哪来的？啊，这个朋友送的。哦，朋友送的。既然朋友那么多，那让他们给你洗吧。哎哎，一块、两块、三块，哎。哎哎，钱，你们可以拿走啊，有事好商量啊。这不是钱的事儿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和我表外甥倪月清的事，我都知道。你不知道天高地厚不识抬举呀、啊！今天我们来就是教训你的。他叫你来的？要是让他知道，我们就来不了了。给我动手！啊，不要！哎呀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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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是叫你好自为之吗？也行吧，早死早安上。